又想起来了，就是喜丸带的人把北洋平的据点给端了。我听说那里呀是鬼子的一个物资转运站，就是从那里把物资转到鬼子的基地去。听说鬼子这次运送的物资啊都很重，要兄弟们辛苦一趟，回来给大家发赏钱。物资重，也是药品嘞，那也没得多重啊。哎，也就一猜差不多了。可是背负，已经让喜丸一把我给烧了。 哎，莫不是鬼子的军火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你不要担心，喜丸啊，一直在找鬼子的军火库。喜丸跟我说，鬼子在这边啊建了好多的军火库，规模呢还不一样嘞。哎呦，要真他妈是军火库，那可是撞上大运了。我得带喜丸探探去。哎，老天，你不把这事告诉妇连长啊？ 不能告诉他，万一情报不准呢？那不是让我的儿子在八路军三十面前丢脸吗？我看这事得告诉傅连长，他行动比咱们靠谱啊！万一情报是假的呢？我可不能让我的儿子去冒这个险。我先去探清楚了，再让喜丸带人去把他端了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还是让傅连长带兵和你一起去吧。哎呀，狗子的，我是去侦察，又不是去开战的。 侦察，那就是人鱼也少越好哦。你带着百十来号人，那叫侦察，老远鬼子在炮楼上还不就看见了？哎哎，老天，严哥，你咋这么倔呢？你这一把年纪了，我怕你有什么不测。再说了，你都是一个快要抱孙子的人了。呸呸，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话？我告诉你，老子逃命的本事天下第一。我年纪大，我就是到了80岁，照样从鬼子眼皮底下溜过去。 捕まえるはずだったのに、今になってネズミが入ってきやがった。しかし天将イを捕まえるのもよかろう。フーズロンが父親を助けに来ないはずはない。その時は加藤司令官が言ったように、父子ともども殲滅してくれる。 大哥，哎，你看见傅连长没有？他在枪械库呢。啥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哎呀，出大事儿了！这个田守义啊，不听指挥又擅自行动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，弄不好会把命给丢了。我得赶紧去找傅连长汇报。他往哪儿去了呀？我得把他追回来呀！你去追？哎，他儿子是对不起我，可他毕竟是傅连长的爹嘛。再说看在小凤姐的面子上，我也不能让他丢了命吧？不是，你劝得住他吗？ 我用嘴劝不住，我又全都劝的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你赶紧去追，他去了白羊平往东边那条道上走了，我现在就去向傅连长汇报。赶紧啊！哎，大哥，啊，これですか？三つの招待を集めろ。 叩きに行くぞ、リュージャージュアン。リュージャージュアン、しかしフーズロンはバイアンピンにいるのだよ。フーズロンは抜け目がない。今回の作戦で奴が引っかかるとは限らない。バイアンピンで奴を仕留められるかもしれんぞ。8は拠点を離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。前回の戦いでもリュージャージュアンではフーズロンが筆頭になって戦っていた。今奴は注意力は バイアンピンに向いている。この隙に村を撃つのだ。さすが司令官。水を失った魚はどうなる？すぐ少々かけてまいります。
中国人说三西六七，那你看我这一喜二鸟几几如何？副连长，副连长，副连长，怎么了？副连长啊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爹一个人去了白杨坪。他去白杨坪干什么？他听说陈可立啊最近接了一项任务，带着部队去白杨坪保护一个什么基地。你爹觉得这个基地可能是鬼子的军火库，他说去摸底。军火库？这个情报我爹怎么会知道的？我回了趟县城，听以前的几个老兄弟说的。他们说陈可立这次押送的东西啊不仅重而且珍贵。你爹听完以后就寻思，这如果要不是鬼子的棉服和药品，那可能就是鬼子的军火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让他跟你说说这事儿，他不听我劝呀，然后一个人就往白杨坪那边去了。不对，这是个陷阱。陷？为啥呀？你咋知道是陷阱啊？如果是军火库的话，加藤一定不会把这样的任务交给陈可立。鬼子的军工基地隐藏得十分深，加藤为了防止走漏消息，绝对不可能动用伪军前去保护。再说了，伪军的战斗力鬼子一向不会放在眼里，不太可能让伪军去押送军火。如果真的是陈可立带队的话，那这很有可能是加藤设下的圈套。对呀，我这左思右想也觉得不对劲，所以这才赶紧来得向你汇报。这下糟了，这要是个圈套，那你爹这不一头扎进去了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他呀！我不能害了你爹呀！没关系，我爹这个人一向机警，他应该会小心应对的。而且他一个人也好脱身，我们要是去一堆人的话，反而会成了他的累赘。哦，对了，副连长，那个柳姑娘也跟着去了。她怎么也去了？她追着去找你爹了，说她一个人势单力薄，跟着去帮忙。这个姑娘没脑子，她跟着，指不定惹出什么事儿来。小彪，小彪，啊，我交代你个事儿。如果是鬼子设计想调离开柳家庄，那他们很可能就过来抄咱们的根据地。你请教导员带着二排。把柳家庄张灯实力处的地方设伏，四挺轻机枪全部带上，封住路口。如果鬼子真的来了，人少就吃掉，人多千万别打，顶多用机枪压制，争取时间疏散老乡。嗯。另外，你请指导员带着一排往白杨坪侧路行进，我现在去找我爹，让他们在白杨坪见机行事，随时准备接应我们。是。这次真的是谢谢你的提醒了，我这就去找我爹。都是一家人，副连长您就别客气了。フーズロン、俺が帝国の勲章をもらえるかどうか、貴様にかかっている。下了车，不
搬东西，把四处散开，设埋伏了。叫你们这伙想骗老子，王八蛋！喂，阿七哥的，しかも一人だ。いい女だぞ。止まれ！おい、かわいこちゃん、俺たち遊ぼうぜ。一人で何やってんの？おい、一人でここで何してんの？こいつ太狡猾了，回去告诉我媳妇儿去。我那娘，这不是女二杆子吗？她来做啥子呀？八杆！老伯，开枪是我。田大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鬼子都是你打死的。废话，不是老子打死的，还是你打死的？你跑来做啥子？我找你啊！你来执行什么任务的？快跑！咋了？鬼子来了！谁？谁？喂喂喂喂，阿子。铁彪，副连长怎么知道鬼子会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连长说鬼子会来就一定会来。那你咋不跟连长一块去找田大叔？连长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嘘，鬼子真来了，大家注意隐蔽。等等，先不打。副连长说了，如果人少的话，我们就把他吃掉；如果人多的话，我们还要组织群众撤离。再等等看。看，就这一队鬼子，咱们有地形优势，应该能吃下来。不着急，再看看。不行，不能再靠近了，再靠近全得被八路打死。打！谁放的枪？都不要那么多了。
他的吧，现在马就成了鬼子的移动目标了。你说这不老子太苦了。我要不是为了找你，你以为我和他们打起来？老子要是一个人，早都跑脱了。你要不是为了找你，我才不管你呢。干谁了？咱必须到外面带走。好，好。要是卢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不晓得老子的厉害啊！试试看。没说你。 多了，李彪，你带一班回去组织乡亲们撤离，二班留下来跟我断后。 赵子然，一起撤吧！不能，如果咱们一起撤的话，乡亲们没有时间撤离，你们赶紧走，把新哥也带上。赵子然，我不，我要跟你留下来一起打阻击。这是命令，赶紧撤！快！赵子然，小心点！大龙，赵人交给你了，放心吧，赶紧撤呀！走。 鬼子，别骗了！
你啥子品？你要图什么老子？那不然怎么办？海陆大官，看那鬼子能不能查出我的机关了？查上了，还有一些证据。 机关了，过来！援兵来了，杀回去！媛儿，媛儿，媳妇儿，就你一个人？别说了，快撤吧，后面还有鬼子呢。 没子弹了，媛儿，咱爷俩今天要一起走了。副连长，如果能跟你一块儿死，我也愿意的。别他娘的废话，都死不了。哎，叶斌，你跟着，你跟着去。走。 胆子够大的啊！单枪匹马闯入龙潭虎穴，我胆子大？这二位胆子大！我们已经侦查了，这附近还有很多伪军和日军的大部队，我们只有一个排，肯定干不过。现在怎么办？所有人，进山！进山！ 行吗？牛牛，抓紧了，抓紧娘啊！哎，张叔，张叔。
老子！孙子爷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大部分人跟人铁镖都撤了，张叔把脚扭了，走不动啊。张叔，你能不能再坚持一下？鬼子马上就要追过来了，咱们得赶紧撤。哎，你们别管我了，你们走吧，你们走走走，我扶着您，来，咱们快一走，你走，来。哎呀，你个女二杆子，你咋不看着点嘞？啊，疼死了！没事啊，连着。快，急救包！来了。要追上来了，小姐，大班长，来，哎，来，哎，走，大家住，快！我的是大日本帝国軍人の井上だ。八郎の女司令官は向こうに逃げたぞ。貴様ら早く追いかけろ。急げ！はい。副连长，你真好，你都是为了救我。换做别人，我一样会救。我们八路军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老百姓。哎呀，你净给我的儿子添麻烦呢！龙，我替你背活。来，慢点啊！来，慢点。连长，连长，报告连长，怎么了？连长，日军还在城内不少，估计打是打不了了。要不咱们分头撤离吧？不行，这个地方太适合打伏击了，就这么走了，我不甘心。你说啥子嘛？还不赶紧跑啊！你说啥子嘛？婶婶，你是城里人，你捕过猎吗？今天啊，你可有眼福了，咱们要捕的这个猎，不仅会走路，而且还会打枪。实在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们走吧。张叔，别管我，您再坚持一下，一会儿就到了，您再坚持一下。你们走。江二爷，你看那儿有人，快隐蔽。小凤嫂子，我一会儿去把鬼子引开，你们在这藏好了，等我走远之后你们再撤。哎，教导员，别管我，快隐蔽。あちら追いかけろ。は。张叔，坚持一下，咱们走吧。你别管我，你们走吧，你别管我。张叔，走，快起来，走，娘娘，孩子，走。Yeah.
连长，指导员，快！连长，赶快医治！快，快，快！哦，怎么样？鬼子果然偷袭柳家庄，老乡们都撤出来了。教导员呢？教导员领着我们掩护乡亲们撤退，被小鬼子咬上了。他命令我们就地解散，分头到这儿集合。子龙，这可怎么办？爷们儿的教导员他再能干，他是个女同志，你们居然把他给丢了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教导员出什么事儿，你们都得给我收处分。行了，雪山，别说他们了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他们。不怪他们，那教导员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啊？他不会出事儿。他不出事，他早就该归队了，可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说他不会出事，他就不会出事。你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。哎呀，哎，教导员嘞，哎，也不会落到鬼子的手里去哈，可能是迷路了。你看这么大个山，要不是跟着你们，我还可能迷路嘞。加藤阁下，这一仗打的那可是太漂亮了，八路军让咱们全都给打跑了。这一仗我不是要打八路。我是要打胡子龙，不管怎么样，胡子龙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次一定要让他落到我手里。大郎，到。你带着一班战士跟我一起去找教导员。雪山，你带着人回柳家庄查探情况，记住了，先不要回去，这一路上都要派哨兵，千万不要中了鬼子的埋伏。好，教导员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这个傅子龙啊，真是太狡猾了。白杨坪那边战报说，有两男一女，本来已经让咱们给包围了，哎，可以生擒的吧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队八路军的援军，愣是给救走了。我估计这两男一女里边就有傅子龙。傅子龙时机合理，想用现金把他抓住是很难。而我们正是要利用这一点。您的意思是？现在的柳家庄已经变成了一张大网，就等着胡子龙带着他的八路军钻进来。明白，明白。副连长，副连长，副连长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这不跟着教导员去伏击鬼子了吗？谁成想鬼子他娘的人太多了，咱们根本就干不过人家。教导员呢，一看没办法了，就带着我们往山里面撤。鬼子是死死的咬着我们不放啊。教导员就命令我们大家就地解散，然后到什么汇合点，汇合点集合。你说我哪知道什么汇合点呀？我一开始呢就跟着几个老八路跑。刚开始还能跟得上，后来也是被他们给甩开了。我这心惊胆战的是在这山里面呢，一直在找你们，好几次呀，我和这鬼子擦身而过。那你后来又见到教导员了吗？没有。不过鬼子好像是盯上了教导员，往教导员撤退的方向一直追了过去。
啊，咱要小心啊！昆仑鬼子还没走嘞。这么好的儿媳妇，可不要出啥子事啊！老田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没事儿。教导员在哪儿啊？副连长，可算找着你了。我们刚刚躲鬼子，碰到了教导员。这个时候，鬼子追过来了。教导员为了引开他们，一个人往杨角崖的方向跑了。杨角崖，你们两个先安顿好小凤嫂子和老乡们，剩下的人跟我去杨角崖。是，照顾好他们，快！快！好，快快快快！教导员都见面了，咋就走散了？教导员都是为了我们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了。都怪我们，他为了引开鬼子，一个人啊就跑出去了。你说，万一有个闪失啥的，这可咋整啊？别着急，媳妇儿不许找了吗？他的本事你是晓得的，还能咋他？啊，吃点吧。娘娘。